他每天队伍里面都有演员呢。嗯，都我有带。扯碎了，没拿，让我扫。这个是啥呀？这个是蛋哦，这个是卤蛋哦。哦，卤蛋它还有，它没剥壳，没剥壳，那我这还吃不了呢。什么声音？把车挪出来，换位置。我一死他就回来了。哎呀，这还有人，你看现在一楼一个，我手里边多少人，绝对不对，我来多少人啊，我操，两个三个，里面还有一个，四个四个五个，你看打分非法组队，我操！我就说肯定不对。哎，还派狗玩来侦查我们的？就是，要么你就打了个人机，你知道吗？你打死个人机。真没有人机啊？哪有人机啊？全是真的盒。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我操！我全是真的盒。走吧，我们先去堵桥吧。因为一上来我炸死一个，我在楼里又打死两个，他妈还剩两个，我操！这个应该是谷仓的三个人，右边就现在城房子里那堆，要给他队友报仇的。等等他，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啊，我操，等等他啊，他应该要直线进圈，他们的小吉普还在呢。就是那辆蓝色破吉普，对对对，估计去舔包了，等着吧。没有，我出不来了。这一把扣个二十多分吧，二十到三十应该。把你那儿舔，没东西跟你舔了。后面车神，但是 P 城也出车了。我这边也能，到这边了，一个大三，一个大三，顶上来一个，右边顶，右边，直接打，车后有个在救人，车后，哎，子弹怎么换不上了？冰淇淋还没吃呢，你那个人死了吗？杜兰，杜兰应该是和他一队的，扫地的，
头。你爱我，爱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读完和这么一对。但摩托挺过桥啊，怎么？他有摩托艇。哦。对。快点走，好远啊！这个蛋，昨天也是干脆面啊，演了我一手，扣了40多分。就上会儿门啊，往左边来点。我操！看到我们了？发现了！我操！我操！没血就跳，兄弟。完了呀！我操！你们他妈不跑毒，搁那上面干啥呢？从那边走好了，咱俩。他们也在打水里的，操！大哥，跑毒吧，大哥。别打了，求你了。对嘛，对嘛。传，你爱我，我爱你。我开不了枪，这个车。两枪，两边都响。一起进枪吗？哇，从那个从那边走。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小路上一个胖，吃东西都吃不香了，一点都不香了，好疼啊！不是，不是，你这。22分还好，单数。又跳了。那你不看看我？一早上的努力，2把就没了啊！一早上的努力啊，这是。我操！你看看，那个人还在等你，我操！啊。一早上的努力，2把回到解放前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
垃圾跳一下吧，我吃个馄饨啊。哦，喝个汤，这个汤蛮好喝的。阿基不跳伞，还得我来跳，他拒绝了我。噔个噔啊！只是用快乐掩饰悲伤。我发现你是真正的快乐，而不是掩饰悲伤。我也掉分了，我怎么能真正的快乐呢？你看，你老埋怨我。哎，你是不是真正的快乐？你们老埋怨我呢，对不对？气度这么大，我怎么就不能埋怨你了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真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气度大呀。我没做错什么，我做错什么了？因为你唱歌了，你唱歌了。那我不唱了。喂，我的车要来了，直接给他秒杀了，好吗？因为你叫。追梦战神 W 蛋，有梦就去追。工会没骂你呢？没有啊。那他一点都不重视你，蛋蛋。一般重视你的都会那个骂你。只不过好久没理我了。一般重视的，这肯定要说你的呀！我操。难受吗？蛋，不难受。你在破坏我们工会之间的关系，我是我们工会的顶尖力量、核心力量啊，骨干成员，元老级人物。来了来了，但人家不管你，也不理你，还收你很多钱，你那是。主干打工仔，你懂吗？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这波秒的牛逼呀、啊！哎，三金甲还行。W 蛋已被工会抛弃。哎，过车了后面。嗯哼哼哼哼哼。关、嗯、不、嗯嗯嗯、来一个。子弹，哎呀！你这是究极打工仔，打个蛋。不在。换工会不咯？算开了吗？我就开过了，这么快？开了。怎样？你个王八蛋！
我搜过，哎不行，我就要再搜第二遍。要什么？这要细节拉满。两把掉50分，我操，吃亏，一早上白干。哦、你才50分吗？我掉60多呢，啊，我的心还比你高呢，差一些，但是我们家的分现在都一样，不一样、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那我也比你掉得多，这分儿怎么掉这么多天了，还在乎这点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天天都在掉，在乎这一点吗？像我在乎吗？那掉了。你看我哪天是没有掉过分的，我在乎吗？一点也不就是，啊，一点也不算事。哎，走。谢谢，谢谢温温小姐姐的魔法大飞机，谢谢。感谢温温小姐姐的魔法飞机，大气。又挂机。又挂机了，我操！不要不就带他挂着吧，我操！再来上队。懒得批评。他不批评你，我批评。恩子估计还在睡觉呢啊。这里有人来过。脸上脸上。这就是缘分到位了，真的。哎，我都没见啥东西。物资，我操！说曹操，曹操到！我操！这么强、啊！我这里有物资。你才吃鼻涕呢，恶不恶心？太恶心了！你搞得我瞬间没有胃口了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！必须开波火力全开，看不见。我操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少一个，还少一个。凭什么？不公平不公？别嘛，蛋蛋！哇操，你们太恶心了！就算我在吃饭嘛，你看别人看直播的兄弟也在吃饭嘛。嗯、啊，你恶心我一个人算了嘛？你恶心那些兄弟干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过分，应该跑了，不看了，我不看那么了。哎，学校楼顶看到没？我吃完了这个。又他妈是人机，我操！四个了，我操！灭队。成功灭队。
某些捞雕啊，不仅在直播间弹幕上恶心我，还现在给我发微信恶心我。啦啦真是哪个啦啦啦啦啦啦。真是哪个我该看过来了，看过来了，大伙儿准备过桥了，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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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死吗？我操，我都自己都枪了，我该这一波我就一个嘛，不应该吧，打工仔哦，两个人头还行，不算太亏。你有什么好难的？给你机会了，你不中用啊？对面车库没车，那这个车库真是哪个小狗儿鱼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打飞弹你又咋了，现在车的 bug要晚一点跳车，老能飞了。我发现我他这个 bug 我扫一次，比赛死一次，那天那个房子死一次，这次我也死好几次了，我操，跟甩老高了，甩老远了，我操，前方有危险。干嘛你那也开始登地了，然后我这也开始查了，本来进门不严都松了，现在又开始查了，健康码、行程卡，少出门吧。金妹可能得了新冠，金妹可能得了新冠，然后还去上学，不在上班。我操！这夏天就开始严重了，这冬天怎么过呀？怎么？哎，最难的时候都已经控制过来了。哎，出来了！走走走走，脸上风。牛逼！又打光。等来，还有机枪，给你妈蛋蛋，拿来吧，你那么眼上吧，快快。嗯，你是真瞎呀 ，W 蛋。嗯，可以啊，格局，格局很大。嗯。你打三个了，真想你打三个了，我怎么才打三个呀？盖子盖好，一共才打三个，快轰炸区，快跑！是，谁知道？估计都是国外输入病例，我不懂，咱也不懂，不乱说。这段时间好像又严重起来了，差不多都是那个啥外地来的。对，我周围就有了，我操，我周围很近的地方，差不多十公里吧，五公里。那我周围还没有，越来越近。
本来是20公里，现在10公里。我们这可能太小了。多小？去年那个很严重的时候，我们这里也一例都没有，老安全了。不爽。干脆面还是淘汰王啊！加个油点，等会儿。别打了，一会儿把他炸死。但他这被炸死要哭的，我操！哎，哟！箱子呢？啊，这儿呢。好家伙，藏下面去了。这里有人来过。你爱过，但我爱你。我记得了，前方有危险，警察，警察，一枪头，水城车库有人，我们先追他，飞了，飞起来了，他翻了，他翻了，那我们也飞，下了一个，我们也飞，刚好玩，哎，我们飞他不好看。直接坐这个车，可以，飞得到吗？能，应该能。那有人丢雷，小心，哪丢的？野地吧。我猜在我们后面吧。这队友丢的吗？他为什么还敢那么光明正大的舔？这个房顶上，大火房顶。得救队友啊！拉不回去。我很抱歉。这都吃雷了，还跟他舔？哎呦！哦，发车了、啊。房顶吗？左边大房房顶。OK。干嘛呀，兄弟？你打自己车干嘛呀？你把自己车打了干嘛呀？能雷死他不？看。啊？我直死啊！是这个吗？大房楼顶吗？对啊，我刚大房楼顶啊，他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对啊，他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怎么可能跑到这？他开车来的吧？啊？他现在车型了。谁？啊，这两个，我操，应该是第一个给第二个杀了。那我们还飞水城吗？水城不挂枪了，走吧。什么情况？走吧，不挂枪了。别舔了，被舔了，快上车！你在挑啥宝贝呢？刚才死于舔包，啊，还没找七星。都这么肥了，少舔点包。
没错不？这表情好好看。前一个，就一个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需要子弹。嗯，我看一下啊，鱼仔给我发了啥？干脆面拉稀了，你搁这儿稀溜啥呢？马上就好了，兄弟，不要找那子弹了，难找的。我砰砰就是给他两拳。哎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！怎么那么轴呢？掉灯了，小电饭圈。60马格兰，今天马格兰怎么这么多？有鱼，太恶心。换个话题了吧，大中午的有兄弟在吃饭。房顶看到没？看到，看到了。他好像有一个看到我们了，没有。顶上，我操！房顶上是，房顶，房顶，房顶。咋了？你救你救！他喵的，八卦阵啊，这。哎，我操！我操！他秀我啊！他从底下从上面出来。300，三百。OK， 停了好像，停了。走了走。这是。你怎么敢的呀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在这地方啊，还在啊，还有事。哇哇哇哇！我以为没了呢，这车停在我。算，这把与我无缘啊。没事，这把无缘分，没事。这是啥意思啊？哪来的？这哪来的？谁扔的火啊？我。真和你无缘分。不是指使的吧？指使指使。这他喵的这。与我也无缘呀。这把我的缘分高一点。谢谢陈哥的彩虹小汽车，谢谢恩宝的彩虹小汽车。老惨了。
你爱我，啊、我爱你，你却变成甜蜜蜜。顶上趴了一个，塔里，看见了，看。有事，在这儿。打一个，楼顶的掉。Nice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是不是废了？我爱你，猜就是爱我。给你留一辆，快走！三角没人吗？我在跟他飙车呢，快来，兄弟们！他停车了，他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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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紧你！哎，那里封烟了，封将，快快快！干嘛封烟呢？我操，谁呀、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呦是谁？不是我。敌人转的，敌人转的。敢不敢站出来？哎呦！哎呦哎呦哎呦！救命啊！哦哟，七哇，七喜七呢？我操！怎么了？才加十三分？我还搁那烦呢。让你撞我！双数。怎么才加十三分？加好多次了，我操！再加上提个神，我想提个神，我想提个神，我想提个神，想什么事？什么？你想提个神？你想干什么？提神？什么意思？招募一下。啊，招募一下，行，招募一下。啊，招募一下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说呢，提什么神呢？你走吧，你是小学生，一看就是，一看就是，这一看就男的。有麦吗？喂，有麦。哎，我操，女的呀，我还以为男的呢。你会一直讲话吗？哇，这 KD 这么高，这么厉害呢？嗯，在我坦机吗？问手机太强了，我激发不了我的保护欲，那麻烦。我也是。我很。那我走。那你走吧。那我走。可以可以可以。那你走吧。那你走吧。你走吧，我不提，你走吧。这么过分的要求？我。我们要那种会一直讲话那种，你太高冷了，我们不合适，我们不合适。
你们三个一起说话我听不懂，听不出来呀。一个一个的说。一个一个来。什么？一个一个来。好好好，一个一个的嗯太高冷了，太高冷了，不合适不合适，我空降还是空降啊，一个个来，有吗？啊，再见兄弟，我们不和男的玩。有麦有麦，那你会一直讲话吗？啊？你会一直讲话吗？那打游戏不说话吗？打游戏肯定要说话呀。那就得了呗，那还能不说话吗？行。哎，这个顶嘴，这个顶嘴，啊、这个顶嘴，他顶嘴。抬杠。抬杠。啊，抬杠还不行，抬杠这不行那不行，你要到底要来看了看了看了，懒得找了。就是你忍那么多那么多事儿呢，你咋？咋那么多事儿呢？你怎么那么多事呢，大笨蛋？咋那么多事儿呢？Yes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谢谢恩宝的灵动晚会，谢谢恩宝，谢谢包包的战神铠甲，谢谢包包大气，谢谢恩宝，谢谢包包。顶嘴的那个我有名，我叫四号，什么玩意儿叫顶嘴的那个？那四号，好的四号，四号，你的名字咋读啊？四号。孙子，哦，孙乾。啊，你的名字咋读啊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孙悟空的勋吗？孙悟空的勋，嗯，孙悟空的勋，孙悟空的勋啊！啊，我才看到你们三个是一起的。我们不是一起的，只是刚好遇到了，然后就改一样的 ID 啊。我们是一伙儿的。你们仨是一个团伙是吗？哎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随便进了一个团伙是吧？你要加入我们这个团伙吗？对，我们是传销组织。你要加入吗？要传销组织，没事，我给你拉下线就行了呗，我给你拉人。你下线多吗？那你给我多拉点。没有事，兄弟，我把我七大姑八大姨啥的我都给你拉进来。好兄弟啊，我发现招杀熟人行不行，兄弟够不够，我跟他们要钱行吗，要钱养你。有闺蜜吗？有闺蜜吗？拉点闺蜜进来没？我闺蜜我能把她往火坑里推。那七大姑八大婶，那七大姑八大姨就是往火坑里面对吧？那不是年龄大了吗？对不对？那闺蜜推几个进来吗？年龄不是闺蜜，闺蜜就好了啊。就你们的团伙。那肯定能啊。这我这一个误入进来了，我也就认了。你这再搭两个就犯不上了，兄弟。谢谢恩宝的彩虹小汽车。啥都好说。谢谢恩宝。不好吧？没事。你们三个是在一起吗？二号男女通吃。二号性别卡的这么不死吗？
必须的。喂，怎么那么彪呢？是现在都流行性别卡了这么不死的吗？嗯，估计要干起来。男男才是真爱，现在。哎呦，跟不上社会潮流了。我们要什么都估计要干起来了。扩容你们要吗？标记一下啊，标记，直接标记。我给你们带，我给你们带了。OK， 也行。哎，物资车来了啊！快快快，直接给他秒了，快！是东北甜音吗？你这山东口音。我这么标准的普通话，你都能听出来我是东北的。哎，这个雷没炸到吗？我雷炸的在外面。这我看着炸到了呀！哎，给他跑了。算了，与我无缘了。这个很妙，呵呵，我接你了啊！别说我没格局。接了，接了。我接你了。格局是有，城府也有点深。哎呦！哎呦，逃了！我操！四了。我打个药，你吃这么快吗？应该大仓过来了，丢雷了啊！阿蛋，要不我给你封个烟，封个烟。我进楼了，没事。又打起来了，你可以跑回来了。打飞机应该是。两个烟啊，可以跑了。妈的！倒一个，来车了。我跑。上层楼。都快跑！我操！你他妈什么鬼啊？一个吧，那三层就一个。一个，应该。给他怼了，给他怼了，给他怼了。好怼，好怼啊怼。中间，我三层都怼，三层都怼，然后他们就完了。给后面啊！打了。OK。你他喵的！这不就好打了吗？这不就？他们没车了。没被穿啊！穿不了。这边来了个车，跳！蹦，就一个，知道。牛逼！山上的没下来。小姐被他补死了，他哥的。哥的，我残了。楼上这个。跑了，不是往那个山上跑了。应该是，还是俩吧就。还是两个。人接。嗯。不行，你把 MG 弹捡上，怼他去。捡上了。看这个怎么样？你接我。啊，喵的！操！绝壁跑了，绝壁要跑，绝。楼顶，你他妈！哎。不要放反钱。你继续开。
你死不死你？炸了！你死不死？两个好像都在。这么上不行吧？好了。我操！还在还在，抬头看一眼，我马上跑。安全，一楼有一个蛋。牛逼，上楼顶最后一个。你来呀、啊！你跳啊！我安全。别急啊，我上他楼顶。上，我在这卡着，不急。牛逼！秒！我操，你不是在上面走吗？他，我操，他不打、啊，他没打、哦。我操！我看上面走没打你，我就没管了，我就看下面来了。真是那个。好的，我们假装哭一会儿吧，小姐姐，哎、不是，最近有台风，你这么假的话，你不怕有雷吗？我不怕啊，就是要假一点啊，太真的不太好。打五子车都不高兴了，都得来干了。哼，这应该不像，这应该是大炸来的吧？啊。又大上来了呀 ，MG3 啊！跳了大上就来，直接来皮神了。对呀、啊。皮神就这么大呢？哎，一发铁链都没了。我给你啊。拿菠萝了。你的魔幻、啊，我拿大菠萝、啊。你要吗？对啊，我想玩他的大波大块机，不是 MG3。哼，想 P3？ 想玩 MG3？ 还想玩 MG3？ 你的想法挺好啊，你想的还挺多。你就想想吧。你给不给玩嘛？你说你给不给玩吧？啊，不给玩。不给玩，我一会儿有的是办法玩。你有什么办法说出来让我学习啊？我不说。让大满分自己去猜。哼，感觉一会儿的剧情是大满分拿着 MG3 非常自信，结果冲楼啊！是给你重新把大满分干死了，可以把大你可以把大满分补了，然后你也跟对面也倒，然后最后我一穿二，然后把跟对面救起来了。老大满分牛逼呀、啊！牛逼呀、啊！你的计划很详细呀、啊。嗯，原计划应该是这样，这蛋计划，这叫做蛋计划。别说哪句话，我这时候该说哪句话？好，天天喊我升三十一级牌，三十一级白牌。好，这下升完了之后啊，嫌那个牌不好看，不升了。真是拉个。上当！没事，四十级的牌子就最好看，真的。大家努力升一升，把三十一到四十的坎渡过去。是啊。给我呢？还是我填你包呢？你选吧，大宝。嗯，我让你看着我玩，好吧？啊，我让你看着我玩。就逗，让你观战。反正我玩的时候，还一个路人，每次他老捡着点儿 MG3 的时候，说：“你是给我呢，还是我填你包呢？”然后他都会乖乖的给你呗。嗯，真狗啊，欺负路人！我操，打灰蛋，你原来是这样的人。
哎，抢不过人家就欺负人家，真不干善事呀！你是。三十三级。那有车，摩托车往风都欢迎开了，左边左前一点点。你看了看了，你们怕是要我的命哦！摩托艇，看见他的尾，看见他的尾气。完成下任务吧，啊！完成下任务就是，就这个周。空投键好吧。完成完成任务啊！要老命了。嗯？啊？还在呢。他们捡空投去了已经。嗨，监控通都在。Surprise！ 你知道死字怎么写吗？哇！真是我 baby！ 你给人头都打没了，你可真是怕热，大笨蛋！你真这么穷啊？头都被你打没了，我操！你看车祸什么车没车没有没不是没车驾照。嗯，好的，老板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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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是没扣那把五十分，我操，追上那满分了。那你非得往那边开？不是三十多分吗？你为什么五十分？一个飞机，两把呀！谢谢恩宝的魔法大飞机，谢谢谢谢恩宝，好家伙，果然是友情赞助啊！加油吧！这一个每升一级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 VIP 啊。那吧，你不就比我早死一点点吗？我都没扣分，扣零分。哦，你扣四分啊！有人啊！谢谢包包的南瓜马车，谢谢包包。里面什么车？走！跳！我走原地方，我操！油对面前方有危险，打不掉的。牛啊！他们不压过来了吧？别被看到，应该不敢。喂，完，醉了吗？没我瞎了。谢谢洛仔的两个彩虹小汽车啊、哦，不是，是音乐小汽车和彩虹小汽车。谢谢洛仔。谢谢莫言的魔法大飞机，谢谢莫言。在车了，你上去吧，我看有没车。谢谢莫言的魔法飞机。你在追我呀？你来呀！怎么还上不去、啊？我看。先捏个雷。能上了啊！战神铠甲吗？我不是那个啥要怼我的，说过了吗？我怎么上不去呀？啊？我为啥上不来呀？没有，还没来。不那走吧，找个车，我就走车了。终于上来了。别跟他卡在这里。车库也没车啊？没有。我记得上层有个笨笨，我先去拿着。这起来找车去。算了，我去开个窗望一下。在过车了，去过车了，桥上，我操！嗯，快跑！不，他去岸边了，我操！呜、哦，快跑！快点找我！走，坐船。我真的说过了，坐船去这儿，飞这儿。啊？
走大航海时代 ，Let's go。我操，还有皮肤。嗯，哎，我们落大船顶上不？去哪儿啊？去大船顶上，去红点，然后我坐那个。走啊！玩玩花活。有有有有有有有，我操！他应该找票上了，车上应该是没人的。不不不，他应该要下车，他要下车。一个。他那车怼住了。一个就一个就一个，他要走，我操！等他飞起来打，等他飞起来打，等他飞起来打，飞起来打，飞起来飞起来。打车底，打车底。打不到的，打车底就相当于打他脚，你知道吗？那脚伤害没什么伤害的。行啊，这笨蛋。早点打了，我操！笨蛋，小笨蛋，真是个小笨蛋。小笨蛋，选这个单点吗？飞歪了，飞歪了。看看其他主播，飞歪了，一天撒娇卖萌，救命、这个！选不了别的了呀。我这种大猛男怎么会救命呢？你看，去这儿呢，去这儿呢，红点你是怎么飞？哼。红点是往上飞，我操，那还是算了，这还是这个吧，这个最近吧，这个吧，走喽，哇，哦，这个奶昔都化了都，好闪的啊，这车，我操，大猛男是不会救命的，把他摁倒一下可以到那儿吧。试过没用。我们到机站那个角，然后就跳伞。怎么有车呀？怎么车会有车呀？拿车走。那我们跳机站啊！车准备跳了。你们机站有车。算了。哎，我怎么是站着跳的？我操！哎，你看我的枪，我被他们打了还。你被人打？谁打你？我后面人打我，打回去啊！快摇的，摇的走，在刷毒了，我来了。啊？他怎么跟个小傻子似的？快！能变的这个车，不是我变的，他自己变的，就是这车。正天帮，我不知道是贾志库还是那个武桑打的我。表妹不在。我操！野地看到了。前方有危险。挺个包。让他近点，让他近一点。挺个包，我操！等他自己跑过来，他都看到我们了，趴下了。你玩去！太穷了，太穷了，连个背劲儿都没有。干什么呢？嗯，在这儿啊。你包在哪儿？你都不知道？哇，看错了。两个背也没有背劲儿呀。有，快走吧。他有背劲儿啊。没子弹，这是。你要什么子弹？子弹我有240的，762。五六。你们去哪儿啊？哥哥们，我们上山。我们这么穷，好好活着吧，山有人。你在这儿，我去拿个药。那几袋子弹去。
这个奶昔化了，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好喝了呀？我拿到手了之后好像没这么稀，看着好像化掉了。看见没，三上？看到了。看见没？看到了。现在不动。单点它。哦。它消失了，我操！又有了，不动了。你看不着，我们这没有。来我这儿。快。看到了。来，三。打。两个。好你个 W 弹啊，你自己的人头你就补，你不是你人头你就不补。我没子弹了，我没人头，没有我的人头。没补到。没有，他第一下的48子弹了，换满了，他让他换子弹了，我听到他换子弹的声音了，他补都不补。好你个 W 弹啊，我记住了，我也不帮你补的，我也不会帮你补了。你看他进来什么模样，就打倒第一个那个啊，然后我听到你换子弹了，哎，我听见的，你但凡再多打他一枪他就死了。不行了大哥们，真没子弹了，我操。走，右走。停了吧，还停了。哎，下面一个。经典树倒了吗？没倒。最后一个。我先找个地儿趴着吧。哦，压死人了。我救他去，死了！死了吧你！你那不想救他的，这不就死了吗？喂，果然不该救他的。得封个烟，赶紧封烟救他，快！没了，压过来了。压过来了，打吧，快打！哎，能救？谁还能救？右手来了。哦、不行，这儿。右手来了。右手右下，你打个药，来这书后面。我没了。你没了。他没了，我还有救。你往书后爬一点。你得往右边拉去干他们。哎呀，我操！我往上面拉好了，完，下面打也打不到。双数，哎，没开盘啊，忘记开盘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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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我操！下面啥也干不了。哎，主要还是穷啊！我操，嘟，都是穷惹的祸。你干嘛不躲那个树后呢？那个树后多好呀、啊，多大呀、啊！非要躲那个车里。这又怪我，谁他妈的反对我？有卖吗？
个蛋的问号，说话有麦没？我答不答好委屈。丹丹，等下。OK。怎么点错了？我操！那这个 BI 开了，我操！我往地上给他了，他往地上把我开了。哎呦我操！我刚才点错了，我刚才点错了，扭开我操！嗯，我操，我正在 BGM， 我操！我对，还没进蓝他就开始跳了。Hello。你的麦有回音哎。Hello。哎，没有了，这下又没有了。哇，你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？哇，你是小猪吗？我操，怎么可能跟蛋蛋的一样？你是小猪吗？但是有回音。他的麦有回音吗？被揍了。你是没戴耳机啊，小野？戴的蓝牙。戴蓝牙耳机有回音哎，你把地址给我，我蛋总给你买一个。哇，这么好吗？那都小事情的啦。再看一下吧，看到没有回音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是吧？就前几天排到过他是吧？他的回音巨大是吧？蓝牙耳机。榴弹，你好委屈，但是我……来退一下，退一下。他们有回音，他们回音老大了。嗯，我们之前玩过好像。嗯。我操！你玩过？不，之前不是之前排过吗？不知道他们说的。你玩过？你玩过？14、15，哎呦！怎么给我给踢了？谁给你踢了？你啊？谁给你踢了？我踢的。这又是一个臭麦的，我操！哈喽，能听到我性感的声音吗？狗分零 KD， 我真的是零，我操，真的吗？我操，看看，哦，淘汰输一个。我这一次一不小心杀了个人机是吧？还是说开车的时候转移的时候一不小心压死一个？有可能啊、哦。还吃了七把鸡，我操，牛啊！我前十，哇！刚才哇两个哇前三，哇第二名，哇哇牛啊！看看人家不打的，人家不打的，看看人家，看人家。看看人家有麦吗？有麦。等一下，
考核一下。一加一等于一加一等于几？小姐，你是想当老，你是想当老师吗？对，我考核一下，考核一下，看回答，一加一等于几？你看，哎，像这种就特别高冷的，没有意思的，就直接给啊逼走了给，给懂吗？哎呦，闪亮登场！我操，你是羊驼吗？你这个模样，这个怎么像这，怎么像羊驼呢？走的时候会带叫啥 SG？ 这个小姐怎么又申请入队了呀 ？Hello， 啊 ，Hello，Hello， 我们不和有麦了玩，你走吧。他不走，他抽筋了，我们帮他抬出去吧。大卫，那你把头转到屁股后面去好吗？变、yeah. 啊？没事。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你怎么一进来就笑？谁允许你笑的？嘿嘿。没有，居然在这里面撞见你了。谁呀、啊？啊？谁呀、啊？刚吃面呢。啊？这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是吧？以前叫抖音无忧流川枫，不是他徒弟。啥？哦。哎，你的名字前面为什么有个闪电啊？那个我不知道，你们是皮路人还是怎样？你走吧，你不认识我、啊，再见，拜拜。我就溜了，拜拜。再见，再见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哈哈哈，不好意思啊，处处留情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人家太多了。Hello。哎，你们是参加那个车神杯那个七二吗？啊？啥？对，是我们是你们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假的假的。我们是他的粉丝。对。不会吧？真的真的。粉丝都这么厉害了吗？对啊，粉丝都这么厉害。七二老猛了。应该是，我感觉应该好像是你们几个，没记错的话。应该不是吧？不像是，不像不像。是，应该是。不是不是不是。不是不是不是。嗯，行吧。那我看一下，看头像，看黑D，哇，这么厉害的。开你要打吗？我这我也打不动了。开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带一把。行，你们说了算啊。小姐单身吗？小姐。对呀、啊。没有男朋友啊。我帮你介绍两个可以，我不准啊，我不准。那不准你问我干嘛？都帮你介绍呀。我。哎呀。嗯，我资源老多了，你要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。你长得高的，长得帅的，声音好听的，有腹肌的。对。啊，对，还有嗯，没错，都有。那都要的话只有一个，有 W 弹、啊、W 弹全能，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3号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三号全能，全能选手，北京四合院拥有者。叫我干啥？谁要看房？你谁要看房？哈哈哈我要看房，先验出啊，身价没有一个亿不让看。谢谢，我爱吃汤圆的办卡，谢谢墨绿的办卡。搞笑，一个亿是我少了点，到我地板踩脏了，还得擦。
我一定在你的四合院那个楼顶养几只鸟。你养鸟干嘛？拉屎啊。上海富二代莫公馆拥有者啊，莫都我一定要在家里，我一定要在家里，在家里做样子吃饭。哦对了，他问我，他问我为什么金妹富二代，我操，他问我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没吃屎，你好恶心。对对，好像我玩一个拉钩子，有个拉钩子，而且人员分布特别散，这队肯定会玩。嗯，那么三呢，别去贴一条街拉了一个，一条街拉了一个，两个啊，一分两个。 OK， 动车了，他们拿车了吗？还在啊，他拿车回去，一个还在，前方有危险，还有一个，我前面厕所有一个，前方有危险了，三号你前面有人了，跑了，这队我操，车跑了，没有，在，我这有脚步，我这有脚步，你别在那儿待，快走，快去他们那儿，快去，这儿待不了，两喷都不死，我开盘的吧，我忘记开盘了，我开一下，开了啊，开了开了。哎，这个脚步去哪了？平凡过来了。一条街倒了。救葫芦娃，救爷爷了呀！我过去顶着他，加一手。要过马路了，过一横，掉一个。又要过去救啊！我没枪。平房那个位置。大铺子。就回去了。前方有危险。平房吗？没有，回二十楼了，在我前面。我顶了，你可以过来。上房顶了啊！上房顶了。你们等我吧，我拉一条沟里。哪栋房顶？我前面那栋。你给我拔个烟吓吓他。大房房顶吗？看到了，好，牛逼，剩一个呗，剩一个开车跑那个吧，这不就三个呀？哦，对对对，开车跑了一个，他应该上飞船了，所以他跳下来哦。开车就跑。牛啊！这个也是倒霉，一进来吃了颗雷，我操，我都心疼他了。纸条剪一下，纸条又变长了。欢迎力哥，中午好，力哥。哎呦，这个山芋头真不错。开过去，就我这前天才剪的指甲，为什么今天就又这么长呢？我这里有物资，那就勉为其难给你标把 AK。我这里有物资。突然跳下来干我吧，他绝对跳下来干你啊！
呛你脸上，我操！直接两枪头带走。在这边，如果世界上，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，你选择跟谁待在一起？从哪几个人里面选呢？随便啊，就是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，你选择跟谁在一起？就我选择谁，谁就会跟我待一起吗？不是，你想跟谁待在一起？这世界才剩最后一天了。梦想就说你的想法，我想跟蛋蛋宝在一起。清风，嗯，什么？要么开除他，要么开除我。你选一个吧。不，这好像也没毛病啊，这对吧？好兄弟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对不对？他弟是先选择了和蛋蛋宝，你他是有看你有难了，他帮你。你不跟家人在一起，我操！他这是帮助你了，他这是。我操！真没了，我操！真没了。真被那个独狼给阴了，我双手都抱着跑步拿车去了，我操！这不有车吗？这马路中间。哎，不说。你也不讲啊，谁知道你拿车去了呀？我还去找车，我操！这谁知道呢？快去报仇！就在教堂下面呢，快去！果然啊，直接那个人跳他脸上。果然跳你脸上。就跑了呀，跑不了那么快，他没车的，我不管。他往哪儿跑的？叫什么？叫安然。什么安然？一个英文字母安然。找不到前面呢，小前方有危险，金钱镖确定，小心雷啊，进平房了可能。上面没有，就是在平房里面，绝对的。大头一棒打飞弹，安息吧。那肯定是跑到飞船上面去收了点东西，然后下来的。他开大仓了，大仓被开了。大仓吗？你死能解我心头之恨。那我死就能解你心头之恨呢？解能解。为什么？给我一个理由。因为他要控你分。没有理由。这个控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因为他也控我分。我们要去打物资车吧，走。把车也闲的，把它放到这里来打，安全一点。再把让它观战半小时。哎，掉大分了呀！哎呀，掉大分了呀！不仅掉大分，还被搞心态，哎，非得问那种问题。你说没事闲的，非得问，你就好像问那个啥，我女朋友和我妈掉水里，先救谁了？那啊，六，你个麦呀！走，分家我带你狗分去。走。这把难受死他，好吧。非要问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，还问吗？被你个抽掉线了。
服务器扛不住。还问吗？别给我飞了，干嘛呢？里面有桶油，我加桶油在哪里？加油呢？捡油呢？什么呀？是狗分呀、啊？好的好的，吃饱饱，吃胖胖。哎，来了，有枪声，有车，应该是车声，应该是车。啊、跟谁聊天？跟小姐聊天？反了呀，我的哥！就是这边啊，桥头那边。就是这边啊，你是开什么玩笑？啊？你好像有点枪标这边，你好像还没睡醒，咋回事？哎，他跑哪儿去了？不见了。不知道，应该是车。毒奶中的战斗机，我观战清风，看着他的视角，看着我怎么操作啊？哎，哟，这谁这么快？不是，不是我太快，是你太慢了。他最快，是你太慢了。我在从右边上车，我都捡着了都。你只是不想捡而已。这把要让他难受，他在生活上有些方面也快。我不是你啊，什么方面？你不要把你说成是我，我俩不一样。哎呀，哎呀，见不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好油啊你！你好油啊，那还不是跟你学的吗？我哪？你哎呀就可以。我哎呀就不行了呗，那肯定不行啊。一千中了两千六吗？血钻啊那个。往下开的时候爬的行，太远了，这个回去都找不着了。哎呀。哎呀，怎么没有人啊，蛋蛋？没事儿，无所谓，掉就掉吧，一会儿给掉个飞。你早上白打了，哎呀。没事儿，无所谓，小事儿。大满分都白打好几遍了，我怕什么？好啊。嗯，你站呀！快分！我操，停满了！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。哎，没人和我抢了吧？你捡，你捡，没人和你抢了这下。哎呦，哎呦，你，哎呦，你咋了？你什么东西掉了？再给你个机会。你咋知道我丢错枪了？因为你这么笨，肯定会丢错枪啊！来车了，快跑！哦。反打一下。我给你机会了。后面来蹦蹦了，风！快走，去房间，快！这里面走不了了。走不了了。我操！连锁反应啊，这是。天王老子快显灵！
个都活不了。真不该捡这把死干了，我干。死吧，死干赢的货。我都没说，我都想着算了，在空中肯定不安全，我都没想着说你非要让我过去接。好，成功的伤，成功的。怪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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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我。没事。伤害转移。他都掉八分了，你们也跟着掉的。没错，必不可能掉。必不可能跟他一起掉的呀。防具掉了。嗯，看到了。防具。被打死了，被打死了。他们这队好像死完了。死完了，死完了。不笨。要压过来了。不笨。过来了。来了。停了。再打一个，一个大残，打两个。都在这个树附近。嗯。没了没了。牛逼呀！哎呦，放下去闲流吧。炸不住，炸不住，打不到，炸不到。炸不到，躲，闪，闪，闪。哎，打不掉好气，哎呦，更气了，我操，这都活下来了。他更气了，风气死了，气死了啊。你怎么都没有六倍劲儿呢？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。小姐，平时你都看看哪个主播呀？我看兰博。看蓝博啊，博啊，啊，你喜欢看博儿啊，博儿好啊，博儿老有才了，博儿。你又掉灯了啊？他现在连一万都要拉拢到一伙儿去。有人，二楼趴着呢。车上有人，车上有人。我打个药，楼上还有，慢点啊。就在这个角落这里戳呢，在二楼阳台趴着，跳了一个，把自己砸死。外面伏地魔没死完，拿下来了。我操，还有个伏地魔，我操！都不死。打不下，气死了。哎呦，气死了，气死了。这啥呀？我只是看看有没人。车上坐一个。一帮子伏地魔。有炸药吗，蛋蛋？包呢？那挺肥，三多三点。他们这是什么八卦阵？我操！看不懂。
睡着了吧都。狗弹药吗？大背弹。狗弹药吗？大背弹。听命圈，不走了，不走了，吃把鸡给他看。嗯。气死了，气死了，气死了，气死了。嗯，有个大黑耗子。哎，这个人刚才都没动的呀，没事，等他开过来一点。他突然有尾气了。我打两枪，我好像一枪没打中。应该是一对，好像真的一枪没打中。没事，这把气死他，没打中才是你的完事儿。哼哼，你打中就对了，他开始人身攻击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当你在四分钟下班了，跟他们提前一下。嗯，那也够打完了，没事。我今天加个班，没事啊。有，太阳的西边出来了。有，今天加几分钟班，没事。加几分钟？有，铁树都开花了。那下班啊。来，我帮你下。还有十分钟。还有三分钟，准备下班。帮你，帮你，帮你呢。还有三分钟呢，你别急。噔噔噔。你这纸汤应该换了，该换了。这带了，带了，起码得有半个多月了。哎，甜蜜圈，你记不记啊？哎，这怎么这个圈怎么？哎呀，怎么回事呀？死不了了呀，怎么也死不了了呀，这没事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嘛，来了个大黑耗子，两个人怎么样呢？嗯，有能怎么样呢？嗯，好像停了，你下面风吹了，前方有危险，来车了吗？嗯，对，两个人。哎，他又回去接人去了吗？他又回去接人去了，他接了一个过来，然后又送一个。左边来车啊，275方向，他过来了。看他，他又跑了。他有枪。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。这里斜坡，他们是真能找位置呀，那也能待。这里四圈吧，应该。前方有危险。嗯、这里四圈。又来个车275。
机枪头。马路上封烟，打起来了！前方有危险！撞了一个，打起来了！我硬啊！左边动车。原子弹出动了，给你留台车，抢走后，给你留台车啊，在房子后。好的好的，你先拨子弹。停不下了。二打四了，二打四，他们四个，你找个位置站起来，你要拉枪线吗？那我站这边吧。我好像拉到圈外了。找一个，藏两个。就放烟速。我知道。牛逼，剩一个。救人呐 ！Nice。牛啊牛啊牛啊！怎么着？气不气？气不气？气不气？三个连送给你们。啊！谢谢。针对我，好，针对我，谁针对你啊？人所有人都针对我，游戏也针对我。怎么的？你要哭了？你哭一个看看，哭大声点。26分啊！得扣多少分？30多分？26。26啊！哎呀。才26没关系，很小的分。嗯，嗯。我加17，加上20，就是30多分。我操，一来一回30多分，40多分了。我操。阿芳来了。40多分了，等一下。加20。哎，小姐，我们有个队友来了哦。哦，那拜拜。好的好的，带不了你了。拜拜。拜拜啥？阿芳呢？我叫他上线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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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操！哎，弟弟，你走吧，弟弟，不然我动手了。嗯，那放着呢。哎，
他这个上线上哪儿去了？嗯，行，我再打一把。气得我都不想玩了。干着面又走了。看刚才那个小姐姐，还拉他带一把。还要拉他吗？他下线了，他不在了，他下线了。嗯，有麦吗？这么多星，不会又是陪玩吧？哦，你要点吗？你要点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是陪玩。我不，那你们打不打？打呀！你前面这个闪电是什么意思啊？前面这个符号？我也不知道呢。啊？你就说奥特曼吧，反正我也没干啥呀。对呀、啊，他就出个高闪电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不打这个天气哦，我们退一下吧，不打这个天气哦。嗯。准备啊，鸡。哇，你们这网速好快呀、啊！哦，我还没进去呢，就都退出来。那有可能是设备的问题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噔噔噔噔噔。你不会在密室里玩的吗？我吗？我的声音，它那个有杂音。然后他那个降噪太好了，所以我听的声音有点小。你是有密室效应？对呀、啊，他这个。你在鬼屋玩的。嗯。我靠近一点说话，他这个声音就变回正常的，是不是？蓝牙耳机吗？没有，他这个麦克风降噪有问题，硬件问题，懂吗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那么专业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你看那个一号啊，一号的麦跟我一毛一样啊，你听他听他的声音，对，跟我一毛一样。那一号你，那你俩在不同的密室呗，是吧？我不认识他。他给你，他给你搬船。哼。你们这么多颗星怎么玩啊？随便玩啊、嗯，是吗？其实高和星儿低一样的玩法，不要害怕啊！害怕的话，你就抱紧那个一号，紧紧的跟着他。别抱我，我扎手。果然你俩外一样一样。那另一个呢？三号嘞？我才不要跟他一样呢。三号是高冷男神啊。他是你得不到的男人，啊？啊？他是你得不到的男人，特别的高冷啊。他是我抱不动的人。他是你抱不动的人，有一对啊。抱不动大腿就抱胳膊呗，多大点事儿。两对哦，我怎么觉得我们右上方刚刚还有一对啊？有有有，那一对跑了，哎。没跑，飞过来了，飞舞了，是吧？嗯，干什么啊？你干什么啊？非要进我的一楼？哦，到处都是跳步。
哇塞，我这里有物资，你还顶得住吗，阿峰？嗯，他跑了。哪儿？我有雷，在哪个位置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独洞有一个啊。两枪。他们往后跑了，谁顶？你们缺啥物资跟我要哦。二平方又一个，瞄你呢。瞄我？瞄阿芳呢。二平方门口，阿芳，你敢上方点啊，阿芳？没事，我马上给他干了。这人很呆，这个整的太快了，这里。看不见二的。我封个烟干他。别冲雷了，别冲了，别冲了，别冲。为什么这里面还有一个？你为什么那个雷会扔到问到扔到客厅来？不对啊，没死啊！不止死了吗？止死了呀！嗯，这个人头没跳。哪个人头？原来打了三个，才对，现在才跳两个。你打了哪一个？厕所这俩都是我打的，我炸的，然后你那边我炸的，救起来了呀！你炸倒了一个，被救起来了呀！可能没人救他，救了呀！我在这边顶着呢，我在这边顶着呢，谁能救他？我说你这边炸倒的就，哎不对呀，他被别人补了呗，你被别人补了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一队啊？怎么可能被别人补了？我、在这儿跑了，我操！啊！你他喵的！还有吗？有。我开车。躲在后面。别着急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救命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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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！我！哦！救救我，小姐！对了，太对了！哎呦！吓人啊！可惜了！哇！